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经 Talk。中港股市表现系都非常疲弱啦，继续系跑输环球主要嘅指数。我谂好多投资者都会问噶啦，究竟几时摸底嘅咧？所以今日咧揾位咧系基金界嘅好朋友嚟倾偈。Nicola 你好，你好你好。Nicola 真系要你帮手把一把脉啦吓。